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又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他的圣所，一同来朝见他。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到他的圣所，我们一起来朝见他。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如果有，我想请您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你。如果有的，麻烦站起身，让我们大家来认识你。今天是我们父亲节的主日。今天是我们父亲节的主日。感谢神，我们代表教会预祝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感谢主，我们代表教会预祝我们所有的父亲都身体健康。也为着父亲所摆上的那份牺牲的心，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也为了父亲们摆上牺牲的心，我们也都为献上感恩。如果教会也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给父亲，如果父亲们请站起来，教会会有一份小礼物给大家。父亲们请起身，我们教会也预备了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是父亲站起来，请起立，请起立。是父亲的都请起身，麻烦。我们为父亲们向神献上感恩，献上感恩。拿到的就可以请坐下来。如果拿到的，麻烦坐回。那请我们与彼此前后的弟兄姐妹问声安。我们彼此问安。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谢晋牧师今天在我们商坛的中文崇拜部传讲神的话语。谢晋牧师他是爱丁堡大学系统神学博士，他曾任新泽西美门教会的牧师和若哥教会的访问牧师，他目前是加拿大温哥华克里威林神学院圣经研究助理教授。他著有两本关于救恩确据神学的书籍。谢牧师与师母育有三个儿女。请谢牧师起立，我们大家欢迎谢牧师。大家欢迎谢牧师。报告第二项。第二项的报告。今天下午12:45-1:30在九楼举行全教会的联合祷告会。为教会感恩，并且为各项的事工的需要，向神献上祷告。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事项通过祷告一同带到主的宝座面前。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踊跃的参加。我们今天中午12:45和1:30到1:30在九楼，我们有全教会的联合祈祷会，是为了教会来献上感恩。在各项的事工里面，我们都需要同心地来祈祷。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边，我们来感恩，也都求神的怜悯、恩典和引领。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预留时间来参与。梁家朝荣誉长老的追思礼拜，教会将于今天下午的2:00在三楼举行。梁家朝荣誉长老，我们是为着这位长老，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同心的为神赐给中乡会这一位基督宗仆献上颂赞与感恩。也请在此的话，我们也会欢迎我们的前任主任牧师许仁国牧师与杨胜士牧师来参加。然后照我所知的话，杨胜士牧师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可不可以请您起来，跟师母起来，我们欢迎您。对，好，谢谢。神赐给我们中宣会很多的恩典，借着很多的仆人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更多的祷告，求主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梁家朝荣誉长老的追思礼拜将会在今天下午2:00在三楼举行。我们感谢主，
係神賜俾咗中宣會有一位我哋咁基督中心呢個嘅仆人喺我哋嘅當中。我哋亦都熱誠咁嚟歡迎我哋嘅前主任牧師許仁國牧師同埋楊聖世牧師嚟歡嚟翻到我哋嘅當中嚟參與並且分享。其余的就请大家参与月周报，其他的大家请参与周报。大家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朝见我们的神，一起来朝见我们的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的崇拜。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148篇1-3节如此说。在诗篇148篇1-3节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我们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带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下面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的神配得我们赞美他，因为他是世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他是爱我们到底的善意真神。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
善意真神，福之于圣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生成为大歌颂你生命，成为大全上帝，你真的很伟大。当我们抬头仰望你所走的天，你所走的地，天地的万物，我没办法想猜想到你有多么的爱我。主啊，我们是什么呢？配得你所有的爱，所有的恩惠。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就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念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脚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
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人说什么？你尽顾念他。世人说什么？你尽眷顾他。你至上荣耀尊贵，就为他光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说什么，你请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脚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耶稣为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心不停赞美你，
稣为了我的生命，耶稣。我们一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是何等伟大的神！我们一同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面前，愿将用我们的诗歌把颂赞归给你，用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祈求当我们的感恩都摆在主你的面前。主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主啊，你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甚至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但主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所造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基督，你如此的伟大，竟然会来到这个世界，屈身在一个婴孩的身体里面。主啊，屈身在一个童女的腹中。主啊，为我们而生出。主啊，为我们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因为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这帮弟兄姐妹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同心的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同心的彼此相爱。主啊，这些都是你的恩典，愿你继续不断的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虽然我们或许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一直的爱着我们，也必定会爱我们到底，直到见主你面的日子。主啊，这世上的情欲都是短暂的，唯有你的话是永存的。我愿你的真理的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这个会场当中。主啊，加能力给谢传道，加能力给谢牧师。主啊，带领他，让他所传讲的信息能够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帮助。主啊，安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在主你的脚前聆听你借着你仆人所带过来的信息。谢谢你，我们如此的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大家请坐。今天读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先开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请。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感谢神，我们接下来请圣歌团献诗。下面是请圣歌团献诗。献诗完之后，我们请谢牧师传道。之后我们会请谢牧师来震动。
会来到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他。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他。大家听到吗？ Yeah, 这次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宣会。这次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宣会。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18年3月的时候，3月18号。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18年3月18号。当然，在过去这五年多，大家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过去的五年多，大家都发生了很多事，世界也都发生了很多事。当丁牧师知道我有机会来到东部的时候，他邀请我今天在大家当中来传讲上帝的信息。当丁牧师知道我有机会来到东部的时候，他邀请我在大家当中传讲信息。我本来跟他说我是要讲广东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是呀、不要紧，那我就继续。好，我们继续。所以他叫我讲的是关于上帝怎么样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讲的是上帝要怎样供应我们的需要。我当时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当时其实我是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但是今天这一篇的经文也是跟父亲是很有关系的。但今天这段经文是跟父亲很有关系。因为他讲到父亲的心是怎么样。他讲到父亲的心是怎样。父亲他不要我们担心。父亲是不要我们担心。不要我们担心。不要我们担心。不要我们忧虑。不要我们忧虑。过去3年的时间我是在英国苏格兰。过去的3年我在英国的苏格兰。当中我听到最多的人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No worries。听见人对我讲最多的话是 Don't worry。当我在叫食物的时候，我要改一个菜，我说可不可以改这一个菜？他说 Oh, No worries。当我是要赶住一个食物的时候，做一个菜，我话可不可以快一点的时候，他就讲是 No worry。当我要交一些的 paper 的时候，然后我说不知道这个成绩会怎么样，他说 Oh, No worries。当我要交一个 paper 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成绩是怎么样，他们都是讲那句 No worry。我讲世人都知道什么叫 worry， 所以他希望我们不要 worries。我们都知道，世人都知道什么是 worry， 所以他叫我们不要 no worry。你有忧虑吗？你有没有忧虑？或者我问你睡得好吗？你睡得好不好？在诗篇127篇那里讲到，就是你们吃劳碌得来的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安然安睡。在诗篇127篇，你们吃劳碌得来，这个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使你安然入睡。我们有钱的话，一定可以吃得好。我们有钱的话，一定可以 吃得好。但是神不是问我们吃得好不好，他问你睡得好不好。但是神不是问我们吃得好不好，他问你睡得好不好。弟兄姐妹，你睡得好吗？弟兄姐妹，你睡得好不好？今天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忧虑跟上帝的心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今天这篇经文看到忧虑和上帝的心的关系是怎样的。他在第25节这里首先讲到不要为生命为身体忧虑。他们25节讲到不要为生命来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他在这里首先他有一个所以，他这里讲到一个所以。因为之前他讲到我们在地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在天上。因为之前讲到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他也讲到我们人的眼光，我们是要健康，否则的话我们就昏暗。讲到我们人的眼光要健康，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个昏暗。然后最后他讲到两个主，我们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就他讲到两个主，我们不可以侍奉两个主。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地上，我们是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这一个的人生观。意思讲，我哋喺地上有唔同嘅价值观，有唔同嘅呢个人生观。所以呢，不要忧虑。所以唔好忧虑。地上的人会有忧虑。地上嘅人系会有忧虑。在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跟主导文是非常有关系的。喺呢段经文，其实系同主导文有好有嘅关系。之前是讲到对一些有财宝的人的一些的劝勉。之前讲到是对有财宝的人的劝勉，其实不是劝勉，是命令。其实不是劝勉，是命令。命令这些有财宝的人不要将你的财宝积在地上。命令这些有财宝的人不要将你的财宝积在地上。但是呢，现在他是对这些可能没有什么财宝，我们甚至是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人，给我们有一些的教导。其实现在他讲到的是我们没什么财宝，其实可能还会为我们的生命要忧虑一些，吃些什么，穿些什么，他们给我的教导。之前的那一段的经文是
好像主导文的上半部，我们需要有天上的一种的观念。之前的经文是主导文的上半部，我们需要有一个天上的观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刚刚这一句其实就是你是我的主，不是钱不是我的主。刚刚那句就是说你是我的主，钱不是我的主。然后之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一个的祷告之后，那我们还需要忧虑吗？既然我们有这样的祈祷，我们还需要忧虑吗？这里讲到生命，这个是它是灵魂的这一个的意思。这里讲到的生命其实是讲到灵魂的意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尽性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生命，这个灵魂，这个的字。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里讲到的尽性，这里其实讲到就是灵魂的意思。人若赚的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一个生命也是灵魂，也是在这里不要为生命所忧虑的那一个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这里讲的生命也是灵魂的意思。如果上帝他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灵魂，给了我们身体，他岂不也会赐给我们饮食还有衣裳吗？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他不会给我们的饮食和衣裳吗？如果上帝有能力给我们一双手，他就没有能力给我们一套手套吗？如果上帝已经有能力给了一双手我们，难道他没有能力再给多一双手套我们吗？如果上帝给我们有一双的脚，他没有能力给我们有一双鞋吗？上帝已经有能力给我们一双脚，一对脚，那我们他没有能力给多一对鞋我们吗？当然不要忧虑，不是代表我们不要为未来做准备。不要忧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未来将来来做准备。在旧约的时候，神给约瑟的那两个梦，就是让他为将来的这些的荒年来做准备。在旧约，神给约瑟的那两个梦，其实就是要他为了将来这个荒年来做一个准备。不要忧虑，也不是懒惰的借口。不要忧虑，也都不是我们懒惰的一个借口。箴言书里让那里呢，让我们从蚂蚁的身上来学习什么叫做勤劳。箴言里面有提到，使我们在从蚂蚁的身上，我们来学习怎样是勤劳。然后在这里呢，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里呢，就更详细的来讲。首先是讲不要为生命忧虑。廿六、廿七节会详细咁讲。首先，你唔好为生命嚟忧虑。他在这里说，首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呢度讲到你哋睇天上嘅飞鸟。看这个的字，不是一个随便看一看这样子。睇呢个字唔系话随便咁嚟睇一睇。这个是施洗约翰跟众人说：“看呐、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是施洗约翰对众人说：“看呐、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这个也是天使跟这一些的门徒们说：“你们现在站着，为什么你们现在站着望天呢？这个离开你们升天的耶稣，有一天还会这样子回来。”这个也是天使对门徒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呢？离开你们的耶稣，有一天他会回来。”然后圣经里面也讲到耶稣转个身来看彼得，因为彼得刚刚三次不认他。亦都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转身来望住彼得，因为彼得刚刚才是三次没认他。这个看是一个特别的看，不是我们一般的看，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十二次。这个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看，是一个特别的看，在圣经里只出现过十二次。所以如果你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首先神吩咐你，你看，专心的看，有意识的看天上的飞鸟。如果你忧虑吃什么，穿什么，神跟你说你要看，你要专心地看，你要看天上的飞鸟。我们人类跟飞鸟是、有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人和飞鸟是有 两种处于不同的系统。但是我们是共用一些的资源。但我们是共用一些的资源。阳光、空气、水我们共用。阳光、空气、水我们是共用的。但是这些的飞鸟，他们活在一个不同的系统里面。但飞鸟们，他们活在不同的系统的当中。他们不需要播种，不需要收割。他们不需要播种，也不需要收割。他们不需要做饭、煮菜、洗衣服。他们不需要煮饭、洗菜、洗衣服。当然他们也不需要带他们的儿女去中文主日学等等。他们也不需要带他们的儿女去中文主日学。但是呢，他们也需要吃的。但他们都要吃。但是在这里说，
他们这些的鸟，他们是无忧无虑的。但呢度讲到佢哋嘅呢啲飞鸟系无忧无虑。鸟会有高血压吗？啲雀会唔会有高血压？他们会有失眠吗？佢会唔会瞓唔着？他们会自杀吗？佢哋会唔会自杀？神提供鸟的需要，神系提供咗俾呢个鸟嘅需要。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说，圣经都系咁讲。在诗篇147篇第九节，他喂吃给走兽还有啼叫的小乌鸦。他在诗篇147篇九节，他是喂食给走兽还有啼叫的小乌鸦。所以神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割，但是我们人也种也收，有收也会收割，但是我们反而会饿肚子吗？呢度讲到，你睇天上嘅飞鸟，佢唔种，亦都唔收，亦都唔积在仓库。我哋人系有种有收，又积在仓库，咁我哋人仲会饿肚子吗？所以在这里，他说实在不需要忧虑，因为我们比鸟更宝贵。呢度讲到，实在唔需要忧虑，因为我哋系比鸟更加宝贵。耶稣他在这里说，不是他们的天赋，不是这一些鸟的天赋会喂养他们，他说是你们的天赋会喂养他们。耶稣在讲到，不是雀的天父会喂养他们，是你们的天父会喂养他们。你们的天父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天父连鸟都会喂，甚至是他的儿女呢？更何况是他的儿女呢？你们的天父是讲到，是我们的天父是甚至乎会喂雀，甚至会喂他们的儿女，那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呢？如果有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在家里照顾了一些无家可归的猫，难道他不会照顾他自己的儿女吗？如果有爱心的人，他能够照顾那些流浪猫，难道他不会照顾他自己的子女吗？当圣经里面讲天父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们从两个意义上，神是我们的天父。当圣经讲到天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两个意义上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首先，我们是重生进入神的家庭，神成为我们的天父。首先，我们是重新进入神的家庭，我们是成为神做了我们的天父。第二呢，我们是被领养进入神的家里，神成为我们的天父。第二是我们被领养进入神的家庭，神成为了我们的天父。第一个的层面呢，是约翰所强调的，他强调我们是重生进入神的家。第一个的观念是约翰所强调的，他强调到我们是重生进入了神的家。第二个观点呢，只有保罗他提到，他五次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是神的嗣子，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养子，是他被他领养的。第二个观点是保罗提到的，他五次这样提到，我们是神的这个被领养的这个儿子。我们神领养我们，我们会在他的家里享有神儿子的名分，而且从这名分而得到的一切的好处。神领养了我们，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得到了儿子的名分，并且我们得到了一切儿子的名分的好处。所以天父供应我们，这个是从我们是被领养的这个的身份，他供应我们。所以天父供养我们，是从领养的这个的身份来供养我们。我们被领养进入神的家里，神他供养我们，他也教导我们，他也管教我们。我们从领养进入神的家里面，神是供养我们，教导我们。所以二十六节这里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二十六节讲到，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有一天的晚上，2014年的时候，我们家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就走，就是逛这一个宠物店。2014年的晚上，有一天我们吃完饭，我们去一个行街的时候，入到个宠物店。当时我的女儿还很小。当时我的女儿很小，他们就想买一个 hamster 作为一个宠物。他要买一个 hamster， 一个仓鼠，仓鼠做个宠物。然后后来真的买了。但是如果你想象，如果有一天我的家着火了，他们真的买了，但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家火烛，我是先救这些的 hamster， 还是先救我三个女儿？那你想想，如果有一天火烛的话，我是先救这些仓鼠，还是救我的女儿？当然是三个女儿，因为他们比仓鼠贵重得多了。当然是我的三个女儿，她们比这个仓鼠贵重得多。耶稣在这里就是这样子说，你们比飞鸟贵重得多，神连飞鸟都这样子来看顾，何况是你们呢？因为耶稣就在这里说，你们比飞鸟贵重得多了，但是神都这样来看顾这些飞鸟，你们不是比它贵重得多吗？二十七节，谁能借着忧虑
让他的生命多加一刻呢？27节，谁能用忧虑来增加寿数多一刻呢？当然，耶稣在这里是幽默的跟我们说。当然，耶稣喺度系用幽默嚟同我哋咁讲。忧虑不单止不可以让你的生命增加一刻，反而会减少好几年。忧虑唔单止唔能够使你嘅呢个生命增加一刻，反而会减少几年。然后第三方面，28、30节，这里更进一步说，不要为身体忧虑。28、30节一直更加讲到，你哋唔好为身体嚟忧虑。刚才讲到食物的时候，神只是应许我们会有食物。讲到食物嘅时候，神系应许我哋又会有食物。他没有应许我们会有海鲜哈，冇应许我哋系有海鲜。但是在这里讲到衣服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有漂亮的衣服，连所罗门最荣华的 那一个时候，他的衣服也没有草这样子的荣华。佢呢度，但系应许我哋衣服嘅时候，佢应许我哋有一个好靓嘅衣服，就系话所罗门极荣华嘅时候，佢哋都不如呢一朵嘅呢个野草呢个花咧。上帝装饰这一些的花，装饰这一些的草。上帝装饰呢啲花呢啲草。在最近这几十年，我们开始有机会哈，因为有深海的潜水啊，而且也有这些海底的这些的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深海里面的这些的鱼是怎么样。最近呢几十年，我哋有机会，我哋系能够深潜落去海底里边，并且通过摄像头，我哋见到海底嘅鱼系点。海底的鱼在人类历史里面几千年1万多年的历史的里面，没有人看过海里深海的鱼是怎么样。喺人类有10000多年嘅历史嘅当中，其实冇人睇过深海嘅鱼系点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们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我哋而家见到佢好靓，好靓。连这一些没有人看的这一些的鱼，神都这样子的来装饰它，更何况神不会赐给我们衣服吗？呢啲冇人睇嘅鱼，神都俾佢有咁靓嘅一个身体，何况神唔会俾我哋呢个咁靓嘅衫咩？连这一些的花，神都这样子装饰它，更何况是我们呢？连呢啲花，神都咁嚟装饰佢哋，更何况系我哋？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神说这个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30节说小心的人呐、啊。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30节讲到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也是信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都是信徒。当然圣经里面没有信徒这个字，都是门徒哈。在希腊文里面只有Those who believe， 那一些相信的人，但是没有一个特别的字是讲信徒。在圣经里没有提到信徒，都是讲门徒，但是希腊文都是讲到那些相信的人，但没有一个字是提到信徒。但是我们跟神最基本的关系是信。我们跟神最基本的关系是信。所以忧虑这件事，我们可能以为这个是一个小事，或者是一个小罪。忧虑我们可能会以为是一些小问题，或者一个小罪。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忧虑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罪。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忧虑是切切实实的罪。因为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好像，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好似，上帝，我知道你的话是真的，你也有好意，你对你的儿女也有好意，但是我还是不清楚，不相信你会做到你所讲的。就是像好像说、啊、上帝、啊、我相信你的话对我们的儿女是真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我们自己仍然不清楚，也都做不到按照你的话而行。上帝、啊、我知道你一直在说你会供应我，你会、带领我，但是我还是怀疑你，你所讲的是不是真的。上帝、啊、我知道你一直说你会供应我，你会带领我，但我仍然是对你所讲的话是有怀疑，你讲的是不是真的。忧虑甚至是一个大的罪。忧虑甚至是一个大的罪，因为它破坏了圣经的权威。因为它破坏了圣经的权威。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们相信神，但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是无误的，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说话都是真实的，我们相信神，但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相信圣经里面的话语。然后31、32节这里讲到外邦人所求的，31、32节讲到外邦人所求的，所以呢，这一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食啲乜嘢、飲啲乜嘢、著啲乜嘢，其實呢啲都係外邦人所求嘅。求這個字在這裡說是他們一直不斷的在求這些的東西。求這個字其實講到係佢哋一直唔停咁樣嚟求呢啲嘢。憂慮對於一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為他們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憂慮對於唔相信神嘅人係一件好自然嘅嘢，因為佢哋只能夠一直咁依靠自己。但是對於耶穌的門徒，對於我們上帝的兒女來說，但對於耶穌的門徒，對於我們這些上帝的兒女來說，我們不是要憂慮這些的東西。我們不是需要憂慮這些東西的。大多數的人，他們都是關心他們的身體。大多數的人，他們都會關心自己的身體。就是沒有信主的人，要穿很好的衣服，然後將這個身體擺在一個很好的車子裡面，然後將這個身體住在一個很大的房子裡面。就是未相信的时候，他们要穿很漂亮的衣服，将自己的身体放在很漂亮的车里面，或者住在一个很漂亮的房里面。但是上帝在这里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但是上帝在这里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忧虑。其实如果你是父亲的话，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为家里的一些的事情有忧虑，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的情况。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话，可能你会为家庭的一些事来忧虑，或者是家庭的经济情况。但是呢，虽然你自己可能有这些的忧虑，但是你不会将这些的忧虑跟你的儿女说的。虽然你会有这些忧虑，但你不会将这些忧虑跟你的儿女来说。因为你不想你的儿女有这些的忧虑。因为你不想你的儿女有这些忧虑。你想你的儿女可以无忧无虑的健康快乐的生活。你是希望你的儿女是无忧无虑健康快活地生活。同样，今天天父他不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有忧虑。同样，天父作为想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他不想我们有这些忧虑。他会供应给我们，他是会供应给我们的。所以呢，在这里说哈，但是我们要留意哈，他在这里说，他说哈，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我哋佢喺度讲，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嚟忧虑。神他应许我们不需要为吃喝穿来忧虑。神是应许我们不需要为吃喝穿来忧虑。但是他没有应许我们，我们的儿女一定会上这些最贵的私立学校。但他没有应许我们，我们的儿女一定会是一个翻最贵的一个私立学校。有些人他也没有为吃喝穿忧虑。有些人也都他都没有为吃喝穿来忧虑。但是他忧虑60岁之前不可以退休。但他忧虑是60岁之前不得退休。他忧虑明年不可以去欧洲度假，可能只可以去 Florida。 他只是忧虑他们明年去不到欧洲度假，只能够去佛罗里达。他忧虑他自己不可以成为 CEO， 可能只可以成为一个 Director。 他不能够成为 CEO， 只是成为 Director。 但是神他没有应许我们会有这些的东西。其实神其实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会有拥有这些东西。但是他应许我们，你的吃、你的喝、你的穿，他一定会供应。但是他应许我们，我们的食、我们的喝、我们的穿，他一定会供应。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一段的经文要求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以段经文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求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圣经里面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圣经里面说，有吃有喝就当知足。然后33节这里说，要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33节都同时提到要先求他的国。负面的话就不要忧虑。负面的讲是不要忧虑。正面呢，就是你要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正面来讲是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个当中这一个重点是先这一个的字。其实这个重点是个先字。很多人他都有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有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他们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但他们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我找到工作之后，我就会来团契。我找到工作我就会来团契。当我升职之后呢，我就会来教会。我升职之后我就会来教会。我结婚之后我就信耶稣。我结婚之后我就会信耶稣。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会受洗。有了小孩子之后我就会受洗。这些孩子上大学之后我就来主日学。小孩子上大学之后我就会来主日学。这些孩子结婚之后我就来侍奉。等啲仔结咗婚之后我就会来侍奉噶啦。这些孩子有了他们的孩子之后我就去祷告会。啲仔有埋佢哋嘅仔之后我就会去祈祷会。
当我结束我的生意之后，我就传福音。我结束我的生意之后，我就会去传福音。我退休之后，我就会去短宣了。我退休之后，我一定去短宣。他们都有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不是他们是然后就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们都有求神的国神的义，但他们是然后求神的国神的义。先在这里呢，不是说时间上，而是优先次序上。先在这里不是说时间，而是你的优先次序。如果一些的东西是你优先的次序，就算你没有时间你也会做的。如果有些东西是你优先次序的话，就算你没有时间你都会去做。如果有些东西不是你的优先次序，你有时间你都不会做的。有些东西不是放在你的优先次序当中，你有时间你都不会去做。所以在这里他首先要求命令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圣经在这里是命令要求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的国是什么意思？他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他的国是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在撒旦的国度的当中。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当然是在神的国里面。信了主之后，我们当然在神的国里面。但是有些人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也是在神的国里面长大。有些人是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也在神的国里面来长大。当然有些人是贫贫穷穷地在神的国里面。当然有些人会是贫贫穷穷地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他要求我们求他的国，如果我们已经在这个国的里面，我们要丰富地在里面成长。他们要求我、啊、神要求我们要求他的国，如果我们在他的国里面，我们要丰富地成长。我们也要求这些还没有在神的国的里面的人，他们可以信主，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里面。我们都要求未信主的人，他能够信主，丰丰富富地进入到神的国的当中。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啊？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义。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得自己的义。我们只是有自己的好行为。我们只有自己的好行为。但是这一些的行为不可以救我们。这些好行为并不能够救我们。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义是基督的义。基督徒的义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义是、基督的义，是神的义。也是神因着信耶稣基督，神将他的义加给我们，罗马书第三章那里所讲的。也都是神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将他的义加给我们，是罗马书三章所讲的。什么是人的义？人的义就是不可杀人，不、就是不可杀人、啊、凡杀人的、就是难免受审判。人的义就是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就是难免受到审判。神的义就是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神的义就是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到审判。人的义是不可奸淫。人的义是不可奸淫。神的义就是凡看见妇女心里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神的义是你凡看见妇女、心里面动奸淫的、就是犯了奸淫了。所以整个登山宝训是讲到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见天国。所整个的登山宝训讲到我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就不能够进天国。或者说整个登山宝训是讲我们需要有神的义，或者说整个的登山宝训是讲到我们是需要有神的义。当然对于这些的基督徒，对于这些的门徒来说，他们已经有神的义。当然对于基督徒和门徒来说，他们已经是有了神的义。但是他们需要在这一个义的这一个的地位上更加的来长进。他们需要在这个义的地位上更加的来长进，更加的成圣，更加的成圣。门徒这一个的字在使徒行传之后就没有再出现。门徒这个字在使徒行传之后就没有再出现了。因为圣经之后所强调的，在书信里面所强调的呢是圣徒。因为圣经在之后的书信所强调的是圣徒，这个是强调了我们的身份，也是在这一个身份上有长进，在圣洁上有长进。这个强调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这个圣洁上面是有所长进。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些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这里讲到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所以六章三十三节是上帝的 Social Security Program。这个六章三十三节是上帝的 Social Security 这个 Program 在里面。你不需要用这些的时间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用这些的时间求他的国、他的义。你用这些时间，你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用这些时间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是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是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些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然后三十四节这里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三十四节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很少人会忧虑今天的事情，好少人会是忧虑今天的事，我们都是忧虑明天或者明年或者三年之后的事情，我们都是忧虑明天或者是明年或者是三年之后的事。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耶稣在这里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有一些的就是家庭主妇吃完午餐就已经忧虑晚餐要吃什么东西有些师奶她煮完中午那餐就开始忧晚黑那餐了，然后连吃什么都要忧虑，连吃什么她们都要忧虑。在这里说不要忧虑，在这里说不要忧虑，吃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有的吃有可以吃就要知足，有得食我哋就要知足。主导文他不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明天赐给我们，主导文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明天赐给我们，佢唔系咁讲，而是今日赐给我们，而系话今日赐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很古老的一个诗歌你的信实伟大，有一个好古老嘅诗歌系你的信实伟大，求赐今天的力量，明天的盼望。求赐今日的力量，明天的盼望。明天是需要盼望，但是力量我今天有，今天就够了。明天是需要盼望，但是力量今日我有，今日就够。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单只是求今天的力量，甚至是求这个小时的力量。有时我们不是单只求今日的力量，我们还要求这个钟头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忧虑，但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盼望，但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有盼望。刚才讲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跟之前的那一段的经文讲到有两类的财宝，有两种的眼光，有两个的主，都是跟主导文有关系的。这里讲到有两类的财宝，两类的眼光，两个的主，其实都是跟主导文有关系的。当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就是主导文里面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的眼睛嘹亮的时候，我们就会讲愿你的国降临。当我们眼睛嘹亮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愿你的国降临。当我们将神视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将我们的主视为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当我们没有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我们没有忧虑吃什么穿什么的时候，就是今天的饮食赐给我们。当我们先求他的国的时候，这个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我们先求他的国的时候，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当我们先求他的义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求他的义的时候，就是免我们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怎么可以不忧虑呢？我们怎么样才做到不忧虑呢？首先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忧虑错了一些的东西。我们要首先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忧虑错了。忧虑可能没有龙虾，没有牛排吃。可能忧虑没有龙虾，没有牛排吃。那第二呢，我们需要重申我们跟上帝的这一个的关系。第二，我们要重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忧虑可以说是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无神论者。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活像一个实质上的无神论者。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好像一个实质上的无神论者。其实是我们冒犯了上帝。其实我们是冒犯了上帝。不相信上帝的话。是不相信上帝的话。就算你作为父亲，你跟你的儿女说，你不需要忧虑，不需要忧虑你将来的学费等等。但是他还是忧虑，意思就是他根本就不信你讲的话。当你跟你的仔讲话，你不用忧虑你的学费的时候，他仍然是忧虑，就等于说他根本就不信你讲的东西。天父连他的敌人都爱，更何况是他的儿女。天父连他的敌人都爱，何况他的儿女。当然我们忧虑的本质就是缺乏信心，所以我们需要
来就是培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忧虑的本质是我们缺乏信心，我们需要培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当然有各种的途径培养上帝的信心，当然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有对上帝有更多的奉献。当然我们有各种的途径来培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奉献。当然我们也可以多做主工，我们也都可以多做主工。当我们多做主工的时候，这个呢就也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多做主工的时候，我们就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从我们所忧虑的这些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谁。我们从我们所忧虑的一些事，我们有时候会看见我们的主究竟是谁。我们从我们所忧虑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宝藏是在哪里。我们从我们所忧虑的事情，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宝藏究竟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是摆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是摆在哪里。我们在侍奉一个怎么样的主，我们是侍奉一个怎样的主。当然我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困难，当然我会明白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困难，有经济上的困难，有经济上的困难，有关系上的困难，有关系上的困难，有健康上的困难，也都有健康上的困难。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连死都不怕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连死都不怕，死的时候就会去天堂，那天堂里面没有虫，没有虫也不会朽坏，也没有这些的贼。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天堂，天堂里面是没有朽坏的，这些也都没有虫，也都没有贼。如果连死都不怕，那我们为什么忧虑我们在吃和穿上帝不会供应给我们呢？如果我们连死都不怕，我们还忧虑上帝给我们吃什么，供应什么给我们吗？所以今天是父亲节，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来重新的再想，上帝是这么的爱我们，他不要我们忧虑。我们重新来想，上帝是这么爱我们，他不要我们忧虑。而且呢，更正面的就是他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进一步更正面的，他要我们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他说这一切，这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你。然后他就说这些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你相信上帝对你所讲的吗？你相不相信上帝对你所讲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需要更加的来相信你。你已经应许了你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个才是永恒的，这个才是优先的，这个才是重要的。至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天父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担心。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摆在你的身上，帮助我们在信心上可以成长，在圣洁上可以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天父。求神你赐福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Amen。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跟我们上帝唱我们的回应诗。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不再忧虑的心，来献给我们的上帝。人说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说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你赐下荣耀尊贵就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说什么你已经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念我。当我为出生以前
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困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我们仍然站立的时候，我特别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前主任牧师杨圣师牧师到前面为我们做个祝福，好吧？谢谢啊。慢慢。担任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团契，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请坐，大家请坐。今天是第三个主日，所以也是我们的关怀主日。如果您个人有什么需要特别带导的话，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这边有这个身上有这样别针的弟兄姐妹可以与你一同私下单独的祷告。今日是第三个主日，也是我们关怀主日。如果有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麻烦找到有这个我们中宣这个关怀这个将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同你祈祷。另外后面设有奉献箱或者是网络的奉献，弟兄姐妹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摆上自己的奉献。我们也都有奉献箱和我们的网上奉献，大家将奉献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做。好，我们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大家默祷彼此问安，散会。我们聚会到此，默祷散会，问安。